高3647次是由北京朝阳站开往吉林长白山站的高速动车组列车，经停九站，途经北京、河北、辽宁、吉林四省市，沿京哈高铁、长浑城际线、敦白高铁运行，全程1361公里，历时6小时50分。下面我们一起看看模拟线路全程。北京朝阳站，运行于京哈高铁。您已进入河北省，您已进入辽宁省。沈阳北站。
已进入吉林省。四平东站，长春西站，长春站，运行于长浑城际线。吉林站，运行于东白高铁，长白山站，谢谢观赏，敬请关注。